签约平台啊，平台说就是三个小时，但是我每天是十个小时，三个小时能干啥呀？你们都碰不到我吧？我的天，什么？这就包着一半吧？你说凶吗？没办法，里边那个衣服不就那样吗？睡衣没见过吗？吃的呀，你们都想吃啥？我三级都在你这里升级的，真的假的？别闹！订机票是小事儿，也是一笔钱嘛，一抹夕阳。就钱再多也得会过呀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一夜八次欢宝宝。欢约翰，这谁呀？我的妈！嘟，在哪儿啊？那能随便叫吗？欢迎德玛西亚，这还玩空降？谁呀？欢迎佳佳乐。小兰，大黄蜂，欢迎小智。我家楼下还停一台呢，就我住的地方。欢迎东东。我妈一跟我说话就让我回家，一跟我说话就说让我回家。谢谢，我自己过得感觉悠哉悠哉的。师，欢迎冯豆豆。咋倒啊？欢迎服务。欢迎回忆。小兔子，我这是大白兔。小白兔，白了又了白，两只耳朵竖起了来。我操，这货醒了，还问我，你这是边直播边吃的呗？又不敬业了。这货深夜唱离别，你想怎么倒就怎么倒。给我上一课吧，欢迎小智。高兴三观转，你忘记爱就一个字，我只说一次，用心中表示。我的吻会吗？欢迎小伙，欢迎清风，两袖清风。
小礼物和羊汤。守住了坚持，真好，没事就推个热门。欢迎黄渤。先相思尽，不要啪啪，那啪啪不好中。我的诗，欢迎王丑丑，哎呀妈呀，忙死你了！欢迎红帆，欢迎守护幸福。今天都不好中，刚才星哥还问我洗白白了没，我说没洗，妥了，那就不刷了。欢迎王丑丑，这货，哎呦我的妈呀，逗死我了。欢迎月月，求大香，欢迎宝宝，清醒梦境，欢迎小苹果。对呀，又想起一首歌。当当滴滴滴滴，我这文娱美元没白当啊！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筷子兄弟。好计划，欢迎兔兔。头像违规，我操，是吗？没提示我呀，无聊，谢谢关注。我没换呢，啊可啊，对他现在好像都得用那种那啥的了。欢迎人生百态，知道了。下播拍照，轩轩的自己的头像都违规了呀，怎么搞的呀？叫我搬砖的好。